2022年10月初五，今仔日是礼拜三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东北季风增强啊，桃园以北的气温会有下降吼。啊，即条做北部的所在呢，拢有短暂雨。其他所在过道过了山区，有缘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旧历行到9月初十，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4度到33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可能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来，感谢啊，今麦呢，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甲看新闻，有关共款对咱台湾的疫情、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状况来甲看起啦，吼、哦，来。来，今仔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有来公布啊，今仔日新增加54874名的确诊者，这是这波疫情以来八月中旬以来上界悬的一道，这甲顶礼拜拜三同一天比起来吼。加出了13.3%，而且已经吼连续有10天拢一直吼啊上升清悬起哩。另外新增加境外移入有55人，有48名死亡就对了啦吼。今仔日新增加的54874名呢，即有25473名男性。有29380名是女性啊，年岁伫未满5岁到90岁以上。个案分布新北11234名，台中市呢7018名，台北市6351名，桃园市6028名，高雄市5179名，台南市3614名。彰化县2777名，新竹县1495名，苗栗县1364名，屏东县1299名，新竹县1274名，云林县1232名，宜兰县1219名，基隆市1047名，嘉义县902名，南投县777名。花蓮縣737名，嘉義市呢554名，台東縣447名，金門縣158名，澎湖縣145名，連江縣23名。啊，那今仔日即个48名啊，即、這个死亡的个案有28名是男性，有20名是女性，年岁伫40岁到90多岁以上啊。啊，有44名有慢性病，有32名无注满3剂的预防射。啊，伫今年6月初1到10月初1确诊死亡的时间，6月15到10月初2吼来死亡。指挥中心有咧讲讲，今仔日新增加55名的境外移入，31名男性，24名女性，年岁伫未满5岁到85岁，分别来自美国、新加坡、加拿大、越南、德国，安尼以上，甲咱简单报告啦吼。我问我，可能就像迄个指挥中心讲的，讲一礼拜会崩哦，讲一礼拜可能会崩，安尼就对吼。54000，我这比咱比起来加偌济啊？咱毋知4万，咱4万9的款嘛。掌握印象中敢若4万9的款对吼、啊，好啦，这个也是一句话啦，得注意尔啦，嘿嘿。啊，注意哦，但是即马哦，人较放松啊，哦。有啦，有小可甲看起来，敢若有啊，我那搁注意倒转来啊，放松是放松啦，佚佗嘛是照常要佚佗，对啊。就是可以看咧佚佗，就采讲就比较较放松。对啊，对啊，啊。无紧啦，啊，这个。安尼个听看伊今仔日到底是讲啥物话叫人家吼，安尼个甲指甲安尼起噗噗安尼。
你讲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呐、啊，但是中伊对着啊自己的整体防疫来做一个分数啦吼，来为这个啊整体防疫来拍分数，伊拍85分呐、啊。啊，若讲要有风险吼，啊，这一块伊家己甲拍90分呐、啊。啊，无想着讲遮个话，安尼传来到台北市长郭文铁个耳孔内面就对啊啦。郭文铁安尼吼气喘喘，同我甲陈市长呛声讲：“你去死死个啦！”哈、啊，叫伊去死死安尼啦。这人在连锁几啊间拢讲这种话啊！啊，这个、嗯、啊本来就安尼也无啥物啦。本来就这种人啊。伊、啊、做医生个人，伊来看迄个病，迄、那个病者患者入来时讲：“你干死死个？”你就看病在从啥呢？我惊伊撞着老母无奈个，老母讲啊去死死个。真正有够过分嘞！这个事实上，郭文铁思想伫公开的场所吼，讲到真歹听的话语。啊，台北市市议员吼，啊，林永明伫顶个月的议会，伫咧即顺义的时阵，郭文铁嘛甲这个议员呛声讲，我管你去死啦！昨昏初四日，昨昏初四日就对啊啦。伫这个阴暗，伊伫伊家己的面册吼，啊，列出了吼，啊，15项的郭文铁吼。讲一寡足歹听的话吼，啊来迄、那个，甲做一个市政政断就对啦，啊，互网络朋友吼，会当大概一个眼界。台北市议员林永明看到郭文廷骂，但是中讲气死死的啦，的新闻有感而发呢。今仔日阴暗，郭文廷又搁对着别人，即怎讲的话啦吼，又搁对着别人吼啊，讲了真歹听的话。我本来是真欢喜做一个医生，敢唔是要救人吗？安奈吼一尴尬啊，拢叫人去死死的咧。唔过吼，安尼随手去甲整理掉这个瓜问题吼，啊，伫这个市政诶政断的历史当中吼，我发现着讲，我的怀疑根本就是假的啊，他一生本来是这款的人啊。啊，你明明伊讲吼瓜问题吼，讲的歹听话吼，垃圾话就对啊啦。有够济济，甲算未了啊！爱伊的，我清清菜菜吼，揪15条出来吼，含网络朋友来分享啊。第一条，这个内湖的交通8年的时间，好做了对啊啦。陈市长讲，你无在条做，我有在条人做。结果伊我来骂陈市长嘛吼，啊骂骂了时阵，伊讲一句话就对啊，讲。内湖的交通就对啊啦、根本就是无救的，一句讲的啦吼。啊，那原住民的议题就对啊啦，甲原住民呛声讲，你这是无病呻吟啦，讲完然后无要讲啊安尼啦。另外一道北龙是不是有君主感染嘛吼？迄、当时，而且个郭文铁就讲，我是医生呢，我的方法上紧的啦，北龙这不是君主感染啦吼。来第四条，拒绝甲中央啊建议北龙的爱。啊，设这个快筛站就对啊啦。伊讲我是专业的，我上清楚啦。包括吼、哦，这个容积带金子，这个我都看较无啊吼。伊讲吼，比江北的啦，比江干的啦，比起红妖怪去江干的佫较俗个安尼啦。台北市一道火烧厝火灾的原因，伊讲安那，伊讲吼，这个啊火烧厝的原因吼，讲迄是人吼放火吼要自杀的就对啊。伊讲拜托恁遮自杀的人吼，去食安眠药好无？啊，恁若要点火要去自杀的话，就对了，去和平公园点火自杀啦。中国的西藏喇嘛吼，流行点火自杀，即马点啥造成中国偌困扰，你敢知影？哦，这是伊讲的吼。啊，另外第七就对了啦，台北市吼啊，这个结婚率有够低啦。啊，结果伊就呛遮无结婚的人甲讲了，对，讲啊，恁唔结婚，啊恁以后吼，尻川也生啦，无人要甲恁换药啊。另外，台北市地震就对了啦。嘅代志，伊甲人应啊啦，伊讲地动吼，那去要喊落来吼，你走也走袂赴啊，所以我继续伫遐食饭安尼啦。包括二二八骑脚踏车一去上塔，人家问讲，哦，我市中你真勇敢咧，一去上塔咧，啊，我一去上塔吼，拢食安慰他面了对啦，你起来一去上塔吼。啊，另外吼，这个市民啊，伫这个台北市的饲鸭狗的问题，伊话真受气呢，伊讲看着市民的饲鸭狗吼。就那亲像我看到网家的家友，我发便当给因吃，我敢那只准因某地的所在吼，某一个所在食饭尔啦，某一个所在发便当给因尔啦。狗啊嘛是同款啦，原来袂当凊彩乌白饲啦，固定所在甲饲安尼啦。
大家有当作狗，讲管你个便当乌鱼安尼，含野狗共管你个固定所在甲饲安尼啦。迄时个问题，我问题像啥？讲我智商157呢？我这个智者无咧回答戆人个问题。来第十三，青少年生滑板甲吼特技，诶，这个啊脚踏车就对啊啦吼。伊讲叫遐骨头来讲看卖啦，迄一句我就听无就对啊啦。啊伊吼、哦、来后边吼。一道吼，伊都打当选着台北市长迄当时，我想着啊，英国的交通部长吼、嗯，来吼啊，催伊，来催伊就对啦。啊，迄个后手上是只手表无，怀表，拍档古车。伊讲吼，啊这哦、喔，这个拍档古车我摕去卖卖好啊，甲变本色摊好啦。嗯、啊，红衣人咧甲问讲，啊你对台北市红衣，你要甲家己拍几分就对啦。讲我家己拍我95分啦、啊、咧。嗯啊，这个人实在讲吼，卡林来嘞，卡林来嘞，搁几个月啊，这个人就暂时啦，暂时会当消失，因为二四能够2024年伊会搁射出来嘛。嗯，我卡林哪上重要，要让伊消失，较无镜头的，唔是干那伊任期到尔，搁重要就是讲伊寡党的人未使去，未使让伊调职。哦，寡党的人呐，调一两只鸟尔，这个人就变较无望啊，对啦吼。啊，好啦好啦，啊，这个瓜分这大家都知影就好啊，吼、哦，这个八字就好啊，这咱的节目还用讲去讲到本段，搁再讲啊，不无特别咱搁再提啦，吼、哦。是啊，有，好啦。来，另外来个看吼，咱昨昏这个台北市吼，这个北部车民进党的北北基头就对啊啦，北北基头就是台北新北吼、哦、啊，基隆桃园，一陈市长林佳龙蔡适应。郑文平顶四名，这个市长参选人，昨昏第一道来聚集伫新北市，吼、哦，伫新北市来合体来做事，共同来召开吼、哦、北北基头大首都口啊，做伙动起来，做伙拼未来的记者会啦。啊，提出着这个首都的愿景、首都的地理，包括首都优先的三大主张啦。并且做伙来签这个联署吼，联署书目标要来效法东京、巴黎等这个国际的大都市啦，啊，为这个首都的生活可啊带来了更加好的发展。但是中伊咧讲呢，讲上台是做好，台北更加好，台湾做伙好啦。北北基头先出发，从这个区域地理做好，但是中基础就对了啦。唔单是相北相钱啦，爱个吼事情做法进步搁较紧，未来会搁较强。北北基头爱打造示范区，带领全国做伙往前行，来透过这个区域的地理，建立了机制甲组织，和中央来做连接吼，啊下骹的地方来做对话，来提高行政效率。啊，那新北市的林佳龙伊讲吼，首都。可啊，那强台湾的用林佳龙啊，伊强调啦，2050年是全世界上界重要的一年，真侪国家城市拢设定2050年做30年的规划甲发展的战略，针对着这个空旷的所在来做地理，包括吼城市啊，包括庄卡会当并肩来做发展。一个有所谓的地理甲吼智慧的城市的建设，想要提出吼首都区啊发展特别条例就对啊啦吼，成立首都区啊建设发展特别优胜基金。另外就是郑文平吼，郑文平伊咧讲呢，讲北北基头有关公产业甲交通等议题需要做伙面对。四名参选人有共同的政策理念、价值观甲丰富的经验，未来透过着北北基头工作小组甲这个首都区啊论坛，会当来解决着这个城域吼区域的地理的问题，和咱的首都的生活区啊变成了台湾发动进化的引领，包括家人的蔡适应。蔡适应伊讲啊，家人有北台湾上界重要的港口。承担了大台北首都生活区啊的货物进出口，包括北北基头未来爱合作推动家人接运的计划，台北市内湖科学园区延伸来到家人，变成了产业的走廊，包括新北市十字到家人的高速公路拓宽计划，相信由阮四位来担任市长，
会和北台湾更加进步，走向国际的大都会。嗯嗯，哦，免得做事。即昨昏诶，即个校友会看到即场诶联合做势了后，因讲因原来要安尼做啦。对啦，讲原来，因原来要做做做咩北北投机安尼，原来要联系。对啦，对啦，对啦。所以要出头啊。是，好，即个选举诶时阵开出来诶票，咱拢加减听啦。啊，当然有奈时刻开出来票，可行性大概到倒位安尼就对嘛吼。啊，咱即个就做总是安尼啦。这票都飞伫国民党、甲国党，咱无咧投诶吼，咱诶听众朋友无咧投，即咱就免搁伫遐重复啊吼。重复落去到底人诶听众拢会想讲，嗯，啊唔错，干那你无咧投国民党，我嘛无咧投国民党啊，即就搁你强调呢，对唔对？吼，好来，哎，即大概就主要是即个疫情吼，已经崩五万外吼，做即破五万，而且一分头，佫唔是讲五万通啊呢，即五万几千啊呢呢吼。即大家爱做做细腻啦吼，啊尽量啦吼，啊都手脚接细吼，啊即个就做啥，莫学白摸啦吼，啊即种就做啥，个人的防护嘴暗真正爱挂好掉，是，嗯，这看起来有点又要爆发的家己坐啊吼，嗯，连续假期都要搞啊，有，就个人小假拎过来啊，再会再会，嗯，啊连续假期去搞吼，大概得个三千组织社会，啊咱台湾人都有一个真好诶传统。传统文化啦，嗯，那有较侪讲的家人吼，就拢个亲戚朋友就就做聚会啦。嗯，哦，含即个外国人无共，外国人伊虽然伊有真侪个假期连续假期，啊，但是伊拢往外走。嗯，走家咧洗洗，譬如讲啊去郊外啦吼，啊去对打咧吼，家己一个人去四界拢溜连。啊，但是咱台湾的比较的较无共啦，啊，就家己多多迄个孙啊囡啊出来，我那看阿公阿妈，我那属家乡，我南属家人。啊，恁都较无共，啊嘞，啊那安尼有，咱都较免惊疫情个大波。哎，我拢个人走个人。啊，为一个家庭恁就讲要当些出社会啊。啊，出去咧，出去，大家出去咧，出去咧交流，出去咧佚佗，变得较不一样。对啊，无我即马是无酒酒做酒会。即马大家你为我为你安尼。即马唔通欢乐个连续家庭，即马是选举咧搞啊，迄个做势。做势啊！你看迄人啊，好，为啊客迄落面，迄落对啊。你正经出钱来生活就对啦，出社会迄个本来就一定个道理。嗯，你讲要吃饭的中间，靠讲的时阵，一人来吃了，去换，去个换一人来吃。嗯，反倒了，反倒了，个人吃过来。你个，哎，领导去较奇怪，我咧，反倒是咧遇到，啊，就是大家就坐在底下吃，啊，倒一个有咧含水含无啊，对不对？哦，一家庭群聚，家庭的群聚，这是做非常严重。你若有一个钓钓，有可能贵海拢会钓哦，尤其吃饭，我拢会开讲啊，开讲嘛，哦，安尼。这是啊，伫外正经伫外口，咱拢有咧挂嘴音，拢较要紧啦，吼，对不对？吼，啊，所以就较注意者，安尼啊，好，嗯，好，来，时间的关系，先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啊，下面再个倒转来，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我来。放了袂是吼，啊放尿煞煞拢放废的，放啊，嘿，放尿拢放废。啊，你原本迄个啥？我即个放废吼，啊，我就感觉讲，嗯，即有气有力。有，啊，你本来泌尿系统有问题。泌尿系统有问题呢？哎，我本来有尿破损。哦，尿破损是安尼哦。我做啊四五年，四五年啊，即一五年的时阵。因为开车哦，哦，刚才开超过四十分，路边放五百尿，安尼哦，我多，哦，医生看讲一定爱手术，哎，哎，唔知啊，叫我讲啊，困起去哦，叫个小姐一个人伫工顶个，哎，甲你放下，哦，对啦，伊对阿爸讲话啦。哎，啊，安尼无五分钟，骨都吸出来。哦，跌几粒球。哦，安尼哦。啊，叫我讲一定爱手术。哦，因为咪好流啊，歹流啊。啊，你即马搞。啊，你都不检查，放进去，因为我提药啊吃吼，提西药咧吃吼，感觉药都无遐济啊。哦，安尼。啊，无一暗啊困啊，八个五摆放尿都拢未困呢。哦。啊，药啊好啊，啊，别个佫买好啊包啊，我就佫去白
斤，哦，我继续食，啊，我是咧烦恼迄个流吼，因为手术了后话吼，吼，我什么神经功能挂掉了，也是去排些地啊，我来惊咧。哦，是是是是。啊，我伊就安尼，我落古在去啊，哦，啊，敢那食西药，哦，我食些食，甲你买些买两罐，啊，食差不多十一二天吼，开始放血，好。啊，到即阵哦，再过一礼拜啊，哦，我头下头要食二十天啊，哦，啊，照常哦，七七礼拜来拢放血，但是迄个血吼，纯粹透早放个吼，较有迄个血骨带迄个火锅血感，好，有带血感，哎，啊来咧，哎呀，只要咱流头流尾吼，拢有血，好。哦，啊，老尿头有肥，尿尾就较无肥。哦哦。啊，尿头那无肥，尿尾都有肥。嗯。啊，上尾啊，那早时大家拢带血夹。好安尼。我想讲，那是我迄个尿气有结块，不是。哦。啊，你即马即个感觉。身体啊啦，身体啊啦。啊。身体有感觉啦。我无感觉啦。无感觉啦。我去冲浴咧。嗯。我甲你报告一下。我是因为上咨询讲哦。好，归厝来，大家烦恼啊，叫我讲爱去检查。不过这还袂好检查，较紧嘛，佫甲你买，甲你手术了物啊，把我都无爱。嗯嗯。哦。啊，结果我主要就是讲，健身的时，我主要就是我这只脚吼。嗯嗯。我伫个你我五十五岁时吼。嗯。啊，拍无如故。嗯嗯。啊，五十八岁吼，啊，脚筋哦，啊萎缩啦。嗯嗯。啊，萎缩以前。我已经把基本是六十七岁啦，啊，已经一只脚吼，吼，在十年足足啊，未行，我行一百公尺都未行，好了，啊那未行的时候，脚咧酸啊，白晒就要滴出来，不敢过啦吼，个脚落去快人个耳朵摆个脚酸些啊，啊本来有栏杆嘛好啊，啊我就开始往这个因为。半年拢去迄个福建去哦，我无效嘛，即起码十年啊嘛，啊我脚拢放喺耳朵外顶吼，脚软些，啊只迄个头吼，啊只有只骨凹了吼，啊头向脚吼，啊几度脚我乌个安尼呢，我都凹个哦，乌脚呢，啊起码刚刚啦，刚刚啦，啊起码啦安尼。冲两，即四五百啊吼，如果行，行到五十公尺，啊，就去救军，好啊，救军，啊，断定讲我萎缩，好，啊，萎缩的时阵，讲这个脚落尾吼，讲食搁较侪下来吼，讲出皮变骨啦，爱骨掉，啊，你即马有咁讲啊？那你，啊，即食十第八天吼，本来拢只有疼嘛。即嘛食二十天，啊第八天就开始袂疼。哦，我即嘛食七公里外，佫无感觉。啊，七公里，哎，安尼只脚反应真紧啊。哎，有，你本来他行七百公尺、五十公尺就紧啦。我做，即嘛他行七公里哦，七公里，七公尺啊。我即嘛后个洗身躯哦，他才二十分哦，出来就变半截半截呢。好，啊袂啊，啊就拢袂就对啦。好啦，真感谢咱雄狮大师替台湾人苦了背节目吼，我以上跟健身也讲不了，但是对伊的身体上有帮忙太大太大了就对了。现在咱特别注意个听着，知影讲效果真正伫个身体上拢锻炼起来，这是信诚公司许多商家产品了对，所以雄狮许多啊，辛苦白听不是问题，食第二个是关键，辛苦白听。你若是个简单的感冒啦，食唔到药就对啦，无效就对，啊，含感冒都无法度，伊这才严重就对。食到药，食到好的产品，身体上就改观，就无同款，健康，吼、哦，欢喜就对吼。信、哦、南公司好独家提供台湾人俱乐部直播吼，中国服务机会边缘主创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0800-0500-668吼，这个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咱这么一处呢，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真济的精品啊，要来和朋友做挑选。买十款的朋友呢，你也当个金六尺半、五尺宽，这咱台湾制作而成的连配，热天的连配。
你要经水素品牌双耳汤锅一支，经水素品牌陶瓷炒锅一支，经圣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的保顺健、惠安素、喜乐清、金立明、喜乐通，30粒这种会当，咱一道经一项为完结。啊，另外一处呢？啊，即、这个个别五罐的朋友都加上一罐以外，咱赶快往后提供真侪精品，要后边做挑选。南美五罐的朋友，你也当个金百八 CC 真空壶一支，你要金白沙湾起过一条，金三米六保温杯一支，你要个金无环子的洗头毛巾一罐，金喷雾喷做一打，金清净爱宽做洗发精一包，这拢会用起，咱一道金一项为完结，空不空空空五八。668吼，这个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一首吼，啊，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的台语歌曲呢，这是啊，这个陈升哦，陈升说来演唱，单无限时批啦。这首的歌吼，来，咱来个吼，做回来个欣赏吼，陈升单无限时批。哇，这个空壳啊，一地接一地呢，三招袂离好啦。
好嘞，感谢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88哈，电话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中的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来个进行这部看新闻啊！来，接下来咱个看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发生伫彰化的桃园的孤山啦。讲有一名今年已经91岁姓李的老阿伯啊啦，伫本个月的初一日的暗头啊，5点外啦，哦，是本个月哦，初一日都唔是彰化哦，讲安尼驶到一台车啦。啊，唔知安怎样啊？驶个讲，迄台车突然间大啊倒退路啦，驶北区硬冲，冲要几百公尺就对啊啦。结果吼、去弄到两台机车，弄到六名的民众，包括去弄到一名51岁姓丁的妇人，人带因后生去踅街，弄一个当场就无性命，送病院抢救，赶快救袂活。姓丁的这名女子的翁婿姓蔡就对了啦，除了骨折吼，这个91岁吼啊，塞车弄死人的老阿伯啊，来到吼啊，这个灵堂念香嘛，表示吼，因为这间药妆店就对了啦，违规将商品摆伫这个啥丁阿卡啦，安尼间接地输阴谋吼，来到丁阿卡伫咧经商品煞好，这名91岁。诶，老阿伯啊，塞车不哭，安尼话我甲弄死，讲这有因果关系啦。原来要对这间商家提起了告诉。根据了解，姓李的这名老阿伯啊，迄当时塞着一台银色的轿车，啊，到底是安怎样啊塞的？伫咧不哭的时阵，煞硬冲啦，拢无打档啊，用不哭，安尼硬冲一冲呢，安尼冲到底呢？讲小连线，讲冲200公尺，弄到厝甲停落来啦。啊，弄到厝呢，啊，是弄到吼啊，这个桃园的文化三路甲文化二路52巷巷口的一间药妆店的头前，甲弄一个停落来啦。啊，车辆停落来了后，迄当时姓丁的女子带着13岁后生带来到家里买物件啦。啊，因为这间药妆店吼，物件多嘛，摆个对丁阿卡大门出来嘛。啊，这个51岁姓丁的妇人，人伫外口咧拣只物件，拄好和这个91岁的人塞车，目睭安尼甲弄死就对啊啦。啊，弄一个吼，真严重，送到病院嘛，救袂活呢。因后生嘛遭受波及啦，我那有受伤啦。姓李的老阿伯啊，一驾照早就已经叫人家注销啊。啊，今年91岁，阁会当开车上路，所以死者的翁婿吼，姓蔡查甫人认为讲吼，姓李的老阿伯啊，一厝的人应该爱吼尽着各界苦劝之责任才对啊。代志发生了后，姓李的老阿伯啊啦，伫检警吼相验姓丁的女子的遗体的时阵，跪落吼有悔失的安尼啦，嘛表达讲要去到吼伊的墓啊，去到伊的灵前啊，甲点香来甲拜拜啦。但是因翁婿吼啊拒绝，表示考虑着亲友愤怒难平的情绪加上，这个姓李老阿伯啊，你本身年岁我那有啊，作烦恼的突发状况就对啊啦，所以当无答应伊来灵前甲因某点香啦吼。即昨昏老看到即个电视新闻，咧报纸无你看咧真正惊，迄到底是安那塞的？伊当伫大路吼，迄台车看，哎，拢北固，一直在北固伫冲安尼啦。哎，北固倒了，都唔知人去去夹动嘛。佮两脚拢麻痹去，我办袂开也是安怎样啦？无啦，伊这已经91岁啊啦，啊本身吼伊的驾照已经注销啊，注销，已经向注销啊啦。啊，因家的环境袂歹呢，伊讲伊开台车出去是要做资源回收啦，做资源回收啦。啊，结果发生代志了，甲人对方这个女性讲弄死吼，讲佮讲讲讲因家家境无好啦，啊是毋是会当安尼，甚至讲啊迄落赔偿金啦，结果人正经去甲查，伊有一栋透天的厝，佮兼楼卡是租人做便利商店。
啊，伊两个后生拢做咧做公务人员，哎，嘛是公务人员退休。哎呀，哎，本身嘛是公务人员退休的就对啦。啊，所以用针去甲弄掉，迄台车弄掉吼。嗯。我看吼，迄个摄影机咧翕的时阵，内底资源回收是钱甲吼对伊的驾驶座入来啊。对啊，啊。这边啊，讲的是，我那讲伊驾驶座边啊，迄位无人坐，遐嘛摆资源回收啊啦。嗯。啊，遐是咧攀寒道路的，底下咧吼。啊，怕收咧有诶无诶，空间咧，啊，你钱啊，你啊，到底啥物钱？啊，其中讲后壁门啊吼，一个门无关啦，一个门无关掉啦。诶，可能咧，可能主管都是会问，应该九十一岁门个时阵门个开车啦。啊，有诶讲未听，其他人都硬要，你都挡伊未掉啊。你够多咧，还是提话头咧做石头路啊，话头咧啊。对啦，阿了讲未听就无多。开出去那边你嘛无多。有，啊，看起来是身体是未歹，安尼就对啦。啊，这边阿讲咧。反正三种种，反正三种差不多济去啊，九十几岁，卖讲九十几岁，八十我就已经。我向阳哦，你紧张上班，你要杀不动啊呢。有，对啊。愈大愈深愈紧呢。嗯。嗯。就是安尼啊，发生这个比较啊讲。共迄种了做啥？这个一个家庭共弄哦。你阿个仔会呢？啊，今仔日，大哥我讲着伊个驾照，互政府收起，啊，这是几岁才开始收的？这嘛唔知这阵嘛有报啦。唔是讲几岁，超过几岁了后，唔是袂使使，每三单爱去检验一遍。检验你的反应，检验你的反应啦，种安尼就对。可能像满七十岁过啊，七十五岁过吼。啊。你一段期间了后的时阵，你就爱去换照，换你驾驶执照。啊，每一道换驾驶执照的时阵吼，迄个有关单位的人员会甲你吼看反应。啊，伊反应是安怎甲你问呢？伊会，嘛袂说复杂啦，但是就问看你的反应安尼，比如讲阿星，咱下晡几点下班？阿星应袂出来，这驾照袂当可以啊，因为我甲问过来，伊应袂出来。阿星，你今仔去中岛几点食饭？你无多人反映讲你中岛几点食饭？我驾照袂当发给你。无啦，唔捌，咱唔捌同问过即个啊。唔知系啦。伊个课题是类似即款的啦，吼。伊个课题是类似即款的，即种问法啦，伊未去问甲足复杂啦，伊都问看你反应安那。哎，那感觉讲你反应顿顿，讲阿些袂啥，这袂当搁再发驾照给你啊。啊，迄个反应，迄个考试诶考题吼，未做十八题对伊啦。但是事实你若对年岁有诶人反应较钝诶人，有可能一时一惊吼，转世会过来啦吼。啊，这今仔日这篇诶报道吼，这就是甲咱讲啦吼，厝内长辈许多，真正难够开车啦。无啦，主要是长辈是大爱听人苦劝啦，啊，有诶拢补强啦，啊，佮我当票子运回收，哎啦，维持安尼对啦。但是你都无状况，你就生囝生做，你就反应袂过来啊！啊，一百摆拄着一摆，你就害啦，你就了。对啊，就是安尼啊，啊，这边来讲者，啊，这个发生啊啦，啊，即个对方迄边也。简单讲，你共弄死了后，当然到尾来讲的就是赔偿嘛。啊，等你电视咧看起来，迄种态度嘛，唔是做生意要共赔偿迄个形态就对。啊，有当时啊，事实绝对是反对开车，我个人的感觉啦。事实绝对反对，但是有诶老大，伊都讲未听啊，伊都讲啊，这我都逐工咧开个啊，我咧远诶呢，我开车是安怎拄啊？我对少年开到今年，我开几十年以后，你才开偌久尔？啊，都无多啊，少年人苦劝在哪咧苦劝咧，啊，伊都无要听，咱都无多伊啊。啊，你啊锁匙甲藏起，有当时啊要避免诶。对啊，对啊，对啊。毕竟啊，较歹当咧过安尼。啊，其实吼，咱有当时啊，伫罗华林咧徛诶时。嘛拢有看到迄年有做有个人啊，搁咧遐开车呢。系啊，有啊。我看到咧做坐迄个八十几岁嘛，是还搁坐伫驾驶座内面在咧开车呢。跳国外，但是拢徛，但是拢开慢啦。国外较恐怖。年岁足济人咧跳国外，有当时啊，伊要画偏就偏啦。安尼哦。嘿，我来看到迄个，就看咧感觉年岁足济。愈徛愈路中啦。唔是，伊又要滑，伊拢要咧滑吼，慢慢拉风筝啊，啲咧。不要怕风筝啦，不要怕风筝啦，用滑就滑就要滑啦，啊起来。一边的人都没有啊！哎，俺们是欢迎啊，是俺那唔知就发车就改车去啊，对啊，啊咧去骑着就落。我桥多啊，应该拢冇见啊。没啦，你全部骑起无可能公里啊，实在。好来，金光哥，金光哥啊，来感谢。来，咱今仔日阴暗就对啊啦吼，咱北部的朋友要注意哦吼，这个气温会忽然间降差不多10度。
今仔日阴暗都来啊，啊，尤其北部地区吼，拄这个气温吼，啊，这个东北季风吼，安尼来以外就对啦，气温下降要将十度以外，啊，佫有雨吼，啊，所以吼会变较较冷，所以拢爱注意哦，吼，拢爱注意啦，吼。啊，这伫今仔日阴暗来到，啊，听你讲讲中南部就较无影响啊，中南部应该天气吼是啊个较常安尼啦吼，看门啊在看敢袂较冷袂啦无。正常是还佫差不偌济啦吼，来非常感谢吼，咱时间的关系啦，咱时间的关系吼，咱暂时先从时段吼交各电台做工商服务，稍等下咱个等下再拨你聊。感谢，好，谢谢。大家好，我是林进栋，花莲关掉陈三林 Goodas。你現在收聽的是上本土上關心這塊土地上有國際觀有影講話這麼大聲的綠色和平廣播電台 FM97.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議員候選人顏若芳阿芳，也是小英發言人。上次選舉阿芳差200票落選，不過為台北打拼的心不變，年底11月26日選舉，拜託再給若芳一次機會，可以繼續為大家來服務。這次選舉還有18歲公民權，要拜託大家投下同意票。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議員候選人顏若芳阿芳，在這辛苦的拜託，感謝。哎呦，我聲音都走起了啦，聽到當精彩，這算什麼垃圾啦？老張耶，我以前跟你同樣聽一下節目就哎呦氣心老命，人現在我換這台定頻的收音機，你看我最愛聽的社科平電台節目，只要選擇做你 FM97.3 跟試一下快速鍵記憶固定起來，永遠都不走台。聽起來還真好用耶。姐啊姐啊，你給我電話，我要去幾台要來贊我們朋友跟親戚。這樣緊卡2973-04092973-0409，你社科平電台专人马上送到府上。爸，今麦肺癌体检4000块，政府全部补助呢。哦，这个好康，啊，我敢买当做。45岁到74岁女性，50岁到74岁男性，出来有人得着肺癌，还是跟你同款，食薰食足重的，拢符合资格。我随替你约，你嘛趁一届甲薰改改嘞。肺癌体检定期做，早发现早治疗，免费体检咨询，请上国民健康署，还是各地方政府卫生局查询。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温孙吼，祖先上阿玲花煮的素心汤，一天一撮人来啉汤。阿妈，阿多我告诉我该死去啊！阿妈有每天帮我治疗，我把我漏气折断、潮湿折断、地震折断，三大安全功能，拢在保护阿妈啦。丢啦！叮当拉住表，干我的电脑啊！关心居家安全，快上网搜寻微电脑瓦斯表。以上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大家好，我是三重芦洲颜蔚慈，年轻新价值，新人参选三重芦洲市议员，拜托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是在这在等待，我的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就是点赞的赞。我也不出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十几年前医生讲我吼，牙周病严重，我自安尼开始用这条白沙丸起膏，到即马十几年后，阁予医生看，医生讲我气患是健康的。听众朋友，你有想要将你的气患保养无？白沙丸起膏，互你去。电话专线：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你。好嘞，感谢啊！伫咱宁波各电台刚相差播了后，咱个转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转个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办吼，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吼。送的服务呢，产品甲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内，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青山公司咱专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听众朋友，啊，这电话只能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负责，下面可以去电话甲沟通哈。推荐介绍啊，咱所有优良的产品，咱拢欢迎搭配说各位啊，这个整产品的部分哈，啊，公司甲咱准备真侪种，互咱做询问、做挑选哈，咱选一项为完结，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节目有点是李亚星，小李姚林，小李张连军，在咱线上来甲咱做先困的服务介绍啦，吼。好来，咱先来听歌，听一首好听歌曲，啊，这个做咱开课再来这里，哎，哦，活动来，活动先甲咱做些报告哈，来。来，咱这样子的活动吼，这是咱台南市立法委员王定武吼邀请。咱台南的乡亲吼啊，咱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中辈时代吼，咱伫即礼拜的拜六甲即礼拜的礼拜日两日就对啊啦吼，有两张竞选总部要来成立，啊，这两张的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这是由咱南关线的陈宏武市议员参选人吼要来成立，啊，第一场就是即礼拜拜六透早。十点半，伫咱台南市归仁区中山路三段九十号。台南市归仁区中山路三段九十号，吼，即个拜拜六透早十点半，要来做成立竞选总部大会。第二场呢，礼拜日的透早十点，伫台南市仁德区的德腾路四百五十一之一号。台南市仁德区的德腾路四百五十一之一号就对了啦吼，要来成立吼啊，这个竞选总部大会就对了吼，这是咱台南市南关线陈宏武吼啊，市议员候选人啦吼，要来成立这个总部大会，立法委员王定武邀请咱做伙。啊！大家来个陈宏武，来个加油，来个鼓励啦！吼，以上二个感谢。哎，感谢哈！啊，这活动感谢，不过听歌，听一首好听歌曲，两名嘉宾都等来。来，邀请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啊，一首真好听的演歌吼，张天君来演唱，是言也是命。好嘞，共同欣赏哈，感谢。
怎样过生活？咱一条感情线，一直缠着我，是缘分也是运命，感到受拖磨。心爱的，予我靠岸，不甘来听散。留恋你深情难舍，思慕的形影，春秋无分，要怎样写？亲像一首歌，轻轻唱出心肝疼，一梦那不转，袂抓着，袂拆破，求长到今山，缘分飞风中就转，情中哪有空声？可怜的鸳鸯枕畔，从此来听散。思念你啊，难忘的情伴，一丝也慢，看无影，有我心牵挂，已经分开。看你我怎样过生活，咱一条感情线，一直缠着我，是缘分也是运命，感到受拖磨，心爱的予我靠岸，甘来听散。感谢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但哈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哈兰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哈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感谢哈兰哥继续来个进行这部看新闻来。来，接下来去，咱们来个报一篇这个国际新闻吼。这伫全世界啦吼，有这个八大企业之一的苹果的手机啊，这间公司咧，
这间公司内底的职务吼有够多，有够多啦。啊，这讲其中一名副总裁啦，讲因为有一回放假的时阵，啊去到吼一间店咧消费，啊讲话吼都像刮文贴安尼，嘛无像刮文贴遐尼严重哦，比刮文贴较轻微安尼尔尔哦。讲一寡不应该讲的话，单去予公司甲洗头咯。一拳头一年当有1500万新台币的年薪就单无去安尼，就报销去。啊，咱嘛吼足坦然来接受就对了啦吼。无想讲刮文贴一百年，安尼讲尽偌济，即个垃圾话啊，安怎样我讲，人安怎样我好做台北市长，做到爽歪歪。讲即个讲唔对个啦，安尼就咱就死起来了。啊，就死头，死头咯，去予人家死头咯。即个苹果这款手机啊，这是全世界的即个百大企业之一呢，嘛是真济人笑想要来这款公司吃头路的好公司呢。徛伫拥有广大的知名度，对员工自然嘛有一套严格的规范啦。最近这间公司的采购部的副总裁啦，因为伫咧接受到这个网络红人访问的时阵啦，刷单对着女性朋友来滚生笑，啊，打一支访问的片，刷单被人家捞出来啦，啊，和手机啊公司的头家。顶时看到有够未爽诶，单决定甲洗头路甲开除掉，安尼忽然间一年当1000万诶新台票诶薪水单报销去，当然伊爱接受，毋过伊非常诶后悔，不应该讲遐诶话。洛杉矶时报报道咧讲，讲苹果手机啊诶采购部门诶副总裁，即、這个叫做布莱文斯啦。在今年的8月18日呢，在加州的这个原石滩举行一场车展顶面啊，煞去接受到吼制作访问职业影片啊，真出名的这个网络红人啊，叫做麦克来个采访。伊迄当时多好坐伫一台吼啊，这个啊无啊薪水，薪水偌济我唔知啊吼。千几万可能讲唔对，但系去补充一下吼。无可能千几万。唔知啊，伊等下去讲嘛。但系千几万是唔算无计，无借。啊，一个总裁，等下去讲嘛吼。迄是总裁，迄是食头路的吼，唔是头家吼。伊当时多好坐伫一台吼，50万美金啦。我拄啊看到50万美金，甲当个千几万吼，唔是，伊是坐伫一台吼，50万美金大约1587万台票的面露的，即个啊麦拉伦内底就对啦。伫咧参考吼，1981年诶一支电影《亚瑟》经典诶台词，单啊照安尼来做句，短短诶25秒诶即个啊短影片诶影音当中脱口而出讲，我拥有吼豪华诶轿车啦，啊我吼拍高尔夫球就对啊啦，啊我拢爱望迄个大靓女诶查某囡仔就对啊啦，啊但是拜六礼拜吼，我唔免上班啦，因为我家己就是头家就对啊啦。当下现场所有诶人拢去互伊遮话，安尼人家笑嘻嘻就对啊啦。但是影片煞去用甲铺伫网络，铺伫网络开始，大家听着就足受气啊，讲你来讲即个话啊。这个报道指出，讲这支影片呢，伫咧铺地网络的时阵，有130万人去甲看了对啊啦，而且吼讲有40000多人甲起赞啦。啊，最近几礼拜变成这个苹果员工咧讨论足热门的话题啦。唔过煞嘛引起了苹果的员工的反感啦，向啊迄、那个人资部门来投诉。啊，一向来真吼用心来打造优先职场，嘛足挺女性的工作权的执行长吼，这个叫做库克就对啦吼。库克呢，甲修饰英文官吼威廉姆斯就对啦，看着这个影片了，有够受气的，气不不，单吼安尼阿萨利单将这个副总裁吼布莱文斯直接把个开除掉就对啦，直接把个开除掉啦吼。啊，这个布莱文斯接受到这个彭博社访问的时阵，嘛证实这件代志，并且表示讲，我想要借这个机会啦，吼，向任何因为我错误言论来受到冒犯的人，甲您回信的。根据了解，布莱文斯伫彭哥服务已经22冬啊啦，
啊，后手来担任着吼啊，这个采购部门的副总裁，年薪是27万过3000块，至37万至7000块的美金啦，合代票差不多1197万啦，哦，一年的收入啦，1197万啦。啊，这个公司100位的总裁当中，有30位有法度人直接吼、哦、向着库克来汇报，伊就是其中一个。嗯、如今犯下的了这个大错，何以不得不离开这个高薪的岗位啦？啊，表达吼后悔嘛未赴啊，目睭未倒转来，安尼就对啊。这真正吼、哦、实在吼、哦、讲话吼拢无咧斟酌，而且拄啊干那迄句讲爱望大念你也唔对啦，无其他的拢好好啊。我有迄个豪华轿车啊。这嘛无啥物啊！啊，我爱拍高尔夫球啊！啊，拜六礼拜我休困免上班啊，做侪人即马拢安尼啊。即个吼，讲即种话吼，你注意甲看即个新闻内面写诶就对。伊讲完即个话时，现场诶人是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啊！无半个人甲讲，你较讲安尼。对对。表示现场诶人并无感觉呐嘛，但是即个话一旦上网络了。有一句叫做网络公信哦，网络公审，嗯，网络店面有做在，这个叫做正义达人，对对对，魔鬼达人。你讲，吼、哦、啊，你这讲这个话就恶棍啦，什么种种就要给你检举啊啦啦。啊，基人检举的人，其实我食百应拢开钱去咧酒店，不晓得蒙大点你。外地来啊嘛，无得卡噶。啊，这个人伊底下咧讲那种话是相当足无适合的话的时阵，当场现场就应该相信。现场的人绝对有那热情嘛。但大家咧讲嘛，他也咧讲笑啦。对啊，对啊，对啊。现场的人一定是知影讲伊咧讲笑，也是现场的人当时听到第一时间并无感觉有啥物唔对嘛。嗯、啊，现场拢查甫嘛，拢无查某囡仔嘛，无可能啦。嗯、因为是伫咧参加伫咧即个车顶嘛，嗯、车顶的顶面嘛，吼、哦、对唔？啊，所以这人就是男女咯。啊，大家听一个哈哈大笑，但是我来讲话啦，上网络就未使啊。话啦，上网络就麻烦啦。网络上就一大堆意见就拢来啊啦。除非你讲迄句话是无关要紧的嘛。对对对对，除非你的话就真正就无啊无网络上真正那有当时啊去你看网络，嗯、真正足侪有诶，人叫做网络酸民啦。是。啊，那无就是咧网络什么咧正义魔人啦，什么种种拢转转一挂遮个啊，所以你要家己计数诶尔。啊，同款道理，郭文铁有当时啊咧讲出，郭文铁对女性讲话是尊，足无尊重，啊，咪超过人家几倍哦。对对对对，但是我要问，郭文铁当场讲遐话时阵，现场的人到倒一个，甲郭文铁徛起讲，你甲讲安尼，拢无，拢无咧。啊，啥啦，拢一定爱等后壁开来发讲。对不对？照你讲，其他好教完了嘛，拢无输啊。我对啦，我知啦。阿姨对着明算的啊，阿别当讲。阿这块教完了，公司坦白了就该洗头咯。阿这公司是私人公司啊，当然当该洗头咯。但这间公司洗头咯，真正因为公司家己本身有那感觉无适当嘛，或者是因为舆论的压力，造成讲必须爱该洗头咯。哦，这个两种嘛，无我得搁再讲一解。现场讲闹问题，是那现场的人哈哈大笑。啊，现场比较哈哈大笑的人，一定是有查甫的，有查某的。啊，表示现场讲，所以咱咧讲话吼，咱做咱咧讲话时是有声音，啊，口气，啊，佮有表情。嗯。啊，伫网络无同哦，网络用文字呈现出来的时阵，迄个想法就规个无同。表情、气氛佮理想。对，看人就个人的想法啦嘛，啊，所以。这个人家咱讲一句话尔，你白目啊，无代无志，尤其是伊故宫爱望挂念你，你是真正上瘾啊！你无代无志要讲一句话，啊，这可能是到尾也网络发达。不是恁这种身份的人讲啦，是阮这三个人这种身份的人来讲话紧啊。我嘛未使讲安尼啊，我上侪是讲波霸敢会作辛苦啊。哦，这全是拢从事后发达啦，咱注意甲看。所有所谓叫做实验的物件，拢是叫做说，郭文铁已经实验过偌济个届啊，无一届当场红指节的。咱甲所有迄个影大，你甲用。哎，当为第二回来，叫咱卖讲啊。为第二身躯边的人，哎，什么野人？无啊，记者嘛是大堆啊，啊你记者大家拢袂，拢袂甲问。啊你安尼？
你讲这个话敢对？你敢有失言？迄个咱去记者看下那边啦。啊，所以啊，对啦，啊，就大家拢卖，拢卖插啊，大家拢拢卖管，啊，就顾着去失言得啦。所以讲出来，咱就侮辱啦，对不对？哎，来来，这个都简单讲，就是安尼尔啦。啊，这样子，我刚刚讲，你衰啊，啊，白目啊，安尼尔。哦，简单讲啊。我阿姨写讲啊，新闻头也有啊啦。嗯，啊，好紧啦。是。不谈啊，提早过路还用。提早退休了。提早退休啊，那年。是。好嘞。好啦，非常感谢咱雄心时代时间，咱台湾人苦了背，只不过咱信咱公司有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0800-0500-6668，感谢哦，谢谢。嗯，来接来同款来个看一篇这个国际新闻吼。即讲伫南极即个所在有一间邮局啦，啊，即安尼个听起来吼，即同款呢，政府的单位吼，要请四名员工啦，啊，即个四名员工伫南极要做啥物工作，大家嘛知影讲那是冰天雪地，啊，拄看到就是海啦，啊，无就落雪就冰啦，啊，然后看会到会叮当的，可能吼人无济，啊，其他就是迄个企鹅。咱台语咧讲企鹅就对啊啦，嗯，啊有啥物套路人食？竟然讲要请来南极这个所在吼，算讲因这个所在有偌济企鹅就对啊啦。好，一个安尼广告，一个安尼杀出来了后，偌济人三千要去因这份套路呢？咱来甲听看卖吼。讲到这个南极，真济人第一时间可能吼就会想到迄个水水古锥古锥的企鹅。企鹅，而且一间伫南极的洛克罗伊港，这个所在一间邮局热情就对啦，放出了吼一个空缺，要互人来应征，好引起这个全世界大家安尼议论纷纷呢。啊，这个空缺工作的内容竟然就是协助当局就对啦，来吼啊算看吼，来算看来统计着当地的企鹅。到底数量是有偌济？啊，这个工会安尼曝光了后，随时吸引吼全世界6000多人安尼三千要去引起运头咯。即间伫南极呢，洛克罗伊港的邮局的情放出这个即块了后，一总共要请四名管理员呐。啊，这个工作的内容，就是讲要来统计基金会啊，统计吼，帮这个基金会来统计着吼，当地的企鹅的数量有几只啦。啊，这份头路曝光了后，6000多名，就开始三只要来印啦。经过安尼叮叮塔塔的筛选了后，到尾啊，单选着四名，正拄好这四名拢总是英国人。啊嘛，正拄好，这四名拢是英国的查某囡仔。特别注意的，就是讲这份这个工作就对啦。你必须要签约5个月，而且工作的地点的邮局呢，无电啦，啊也无冲水的马桶，通好互你用啦。环境实在讲无好，但是应征调的员工就对啦，同款对这份头路相当的有兴趣。唔过，因都即个算即个啥，徛了几只了后了，对啊，5个月后，因都拢会当入来一间邮局上班。根据即个外国媒体报道，其中一名入选者布鲁松啦，伊讲吼啊，这份头路做完了后，伊会当担任着即个邮局内底的员工，而且伊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伊讲吼，这份工作是个梦想的，会当来到南极呢。另外一名应征者去应征着这份的人吼，嘛拄达结婚无偌久，做人的某囝的人就对啊啦。伊未来打算吼啊，伊未来就对啊，我那会入来一间邮局负责这个礼品部啊，伫遮上班。啊，讲着新工课，伊就咧讲伊遐打结婚无偌久尔吼，伊必须要吼啊，一个人来到南极度这个蜜月假期就对啊啦。另外，阁有一名拄达吼啊，这个啊提着吼。啊，牛津大学的这个硕士学位的一名少年的查某囡仔就对啊啦吼。当然，伊伫这份工作做完了后，未来伊原来会伫一间邮局就对啊啦，处理来自世界各地的明信片安尼啊。嗯，安尼因一份头路，啊，我唔知影对这个啥英国去到吼南极爱偌远啦吼。啊，去到遐听你讲也无电啦，啊，迄个冰天雪地的所在也无电，唔煞要寒死。
无啦，伊这可能在用湿了啥？迄、那个用是滴落高速路啊，是啥物种种的污染来呀？客会也是客迄个迄、那个茶点会安尼对啦。啊，这个套路咱讲啊，歹听诶，听落到底像啊足好耍安尼吼，其实起啊足艰苦。足艰苦的啦。那个是后边迄个旅游局。对啊，对啊。對啊，那就是有旅游局的套路安尼吼，啊，所以艰苦几个月尔。你去啊！啊，这些嘛是人生是种经验。对啦，对啦，话就是讲人生经验。有咩安尼呢？有咩安尼呢？迄、那个外国有一条山吼，足悬呐，啊，足侪人拢足爱去爬迄条山啦。啊，迄条山唔是像咱台湾的山安尼处处安尼起哩，也是悬崖呀。哦，我做一样。而做一样，也是悬崖，足陡峭的悬崖的对。啊，一般要爬这个山吼，有的人爱爬两天，啊，有的脚力较好的人大概爬一天安尼。是啊。那用蛇啊啊攀岩，是那个北京一个攀岩，就是摸在石头安尼去。结果伫咧这个山的半山，又就是一半的所在，开一间干妈店。哦，嘿，一间干妈店伫咧断崖顶面有一间干妈店。哎呦，阿霞那要开一间干妈店，就是要服务这爬山的人。阿背山的人，佮底下佮我倒拢。阿背山的人，蛇啊倒伫身躯顶，啊挖进这个干妈店了后呢，佮当家买物件。啊，买的物件佫未比地面上较贵，伊个纯服务去性质个就对啦。无够奇怪。啊，所以难得歹讲伊个吼。啊，一年当，即、這个一年当，即、這个干妈店底下到底会当吼，会当有偌济人去消费嘛？唔知影吼。啊，已经变了。哎呀，这套路就是安尼啦。有个人伊都有兴趣就好啊，不管伊个套路性质是安那，伊干妈讲啊，我就最主要就有兴趣啊吼。啊，有的人哦，你看像咱台湾嘛，有足侪吼，迄个啥物叫做巡山员无？啊，这个巡山员，你甲注意看哦，足侪拢是咱台湾的原住民去咧应征的。啊，伊这个巡山员吼，伊就是去到咱台湾的国家公园啦、受保护的所在吼，去咧巡山，巡公有一寡个山鸟处，去咧偷彻查啦，啊是讲去偷乌树啊啦，有诶无诶安尼？啊，最主要这巡山员，啊，当然你们这巡山员第一就是讲安那，你爱对当地这支山有熟啊。嗯，啊，你哥吼，哎吼，体力爱有够啊，啊，无你若对这支山无识的话了，对啦，体力佫无够，你无当担心嘛，因为你体力无够，你就无在能爬这支山，对啊，啊，你对这支山你若无识的话，对啊，啊，你若爬起来，又胖起，所以我今日就带佮你坐。爬起爬了，爬高爬低啊，哎，现在大家拢训练个作用，关注你啊，啊，所以说呢，这路硬些，这。咱咧讲一句话，有得有影哩。天生我才必有用哩。是啊。哦，每一个人的家己伊的理想、伊头壳的想法拢无同款啦。啊，那教育家己想咧，人生去做吼，大家做诶工作拢无同啊。是。哦，对不对？哦，啊，所以说，定话到话到，爱去像头拄讲去爬山去钓鱼了，啊，迄边我会惊死啊，对不对？吼，啊，所以说，一人一人的兴趣一项。不同啊咧，啊，较远咧，较清淡下来，无人去，吼，是。那非常感谢啦，吼。新时代是在台湾人俱乐部，只不过咱今麦在做一个广告，也是倒转来，吼，感谢，谢谢。是啊，非常感谢咱今麦从新时代去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吼。今麦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信任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吼。欢迎你多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高涨是二十几档啦哦。用心许多，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二十多档也搁咧风行。经过三十档嘛是也搁咧风行，因为咱人的人体就对啦，够做就对，白天一定拢差不多离开啦。所以用心多，什么人较好？十天后也是同样鸟啊，所以许多山是非常期待咱雄狮大好来甲处理的这个物件就对了。因为咱人的身体哦，食过这个物件是不得了了吼，拢唔知道是好阿歹，唔知道有杂质无，拢唔知道。所以接落去了，当咱讲报纸来报，哦，夭寿啊，什么人去做这个夭寿药来防治啊？啊，农药是不，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吃到肚子来一作数，咱拢唔知吃到是肚子来，所以说最近年纪哈，你敢会当无注意吗？身体无调理吗？所以有的人哦，感觉讲，哎、欸，我都四五十岁尔，我是那个治疗高血压，是啊治疗糖尿病，吼、哦，啊是啊机能我都有真侪问题拢产生，甚至心也无好，情绪大，
这拢是铁渣老化。啊，啥铁渣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杂质太济了。这样哦，这真正哦，铁渣老化有影了吼，安尼吼。所以，红丝路啊，今日听众朋友，人就对了吼。这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啥？心灵才是爱顺数。你开始机能在出问题中间，就是心灵才是不会顺啊，过乱呢，乱呢就对，机能会乱。啊，乱呢了，伊慢慢慢慢，一项注意就注意机能，伊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你就带掉了。所以别那好，咱这人的身体。心灵代谢会损失，会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的。咱信人公司许多山一张制高价，咱女性皮肤大概拍电话入来，上辈拢有跟咱讲啊，哪里敢知？讲哦，我怎么吃着许多山吃一段时间了后，对啦，迄皮肤继续水，体力继续有，精神继续好。详细话，迄、那个心情代谢会顺舒，皮肤那太水啊，那未顺舒，皮肤不可能水。咱讲熟悉就是安尼。好多人人看这个面呢，面那是有光强，我、哦、这個、人身体就用；面那是暗淡，面色不好，这個、人身体上头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的对。虽然进来详细话，咱许多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的目的就是去收财了，对吼。所以以许多山这三边为主了，对。我哩抵抗力一强，体力也好，吼，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那已经乱的人吼，那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慢慢也调整得上来，对，调整得上来吼。以许多山这为主吼，有恁骨手骨头，那骨头咱就知影吼，还是呢，这是顶骨空啊，老骨皮过香的不一样。骨头哦，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啦，骨头是会怕的呢。你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别堪咪行呢，别堪咪徛呢，别堪咪拗呢，安尼啊。啊，老大人啊吼，那骨头若怕去了，就容易破，容易歪掉，歪掉的中间也破掉，对。所以这真重要，恁骨锁做保养吼，我哩介绍恁骨锁好哩，对。这今年的第二代。金里边的第二代是米巴这个集团吼，重新研发的了，对。哎，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在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伊升温开关，所以佫无这种热工灯啊，热工的电灯啊，你做过程中间哦，升温也降低，所以来克服这个热工灯，包括的温度零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就对，以及叶黄素、叶米黄素这种物件，伊的升温会保持较悬。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两点就对。无咱第一代你做得好好，第二代升温较悬，咱当然爱第二代给咱吃，对不对？这是米吧，只有一团诶团队去研发出来就对。所以别陪你吃，咱来吃升温较好的。较悬的金立平的第二代吼、哦，感谢吼，喜、哦、乐通过长啊，长啊绝对要过好用，未使有先失落，免咱未使有先失落，喜乐通过长去做好用就无唔对啦吼、哦。我报喜乐清会员，这个会员按摩木，我常常在咧讲，大家跟各咧讲就对了。会员在咱的会金的流通，包括中联军的会金，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逐工我就咧食，安尼啊，你两两年嘛。啊，暗时两粒，啊，那上计是搁中途搁食两粒安尼，足简单的就是安尼对吧？啊，互你保持这个血液的流通，会顺舒，袂叫落口，较袂塞的，塞伫心中就好，无好，塞伫食力，啊，塞伫脑啊食力，安尼对。所以循环会顺舒，这嘛真重要吼。喜乐清，我报喜乐清，保顺健，暗时朋友一项尔，你无算。要算家己咧帮助家己知影，拍电话过来，甲伊叫保顺嘅这个服用吼，血红素，血红素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嘅物件。从细做检查就唔对，目睭会涩，头壳会咱晕晕晕晕，规工感觉晕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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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个贫血咯。除了你感冒啦，感冒那头壳会晕会晕啦，吼爱烧啦，种种啦，啊你若不烧，也无流鼻水。跟他不洗就
规工个，呾感觉头壳拢未爽快，未清彩，迄落型安尼就对。啊，无啥物病哦，无感觉讲我倒无安那哦，干那只头壳未清彩安尼尔，有可能是血不够，欠血贫血。所以红细胞，那是有遮竞争个人，只要你贫血个人，你食血红素足简单就对。早暗两粒，上过下昼时啊，佫食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互咱会当血会当有补充起来，互你身体复回机能的运作的正常的物件。血红素，感谢吼，有啲无不了解，你做你拍电话咱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拜拜，你还搬出来，甘甜酸苦味拢爱，命运来安排，怎个叫我嘛不知，无人会了解。来，感谢啊！咱个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吼。好来，咱继续过来甲进行节目看，哎嘞，这开放可以的电话哈，269-945-6，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无查，不用老要卡，咱就麻烦大家加一个空六哈，好来，感谢，你好，大家好，嗯，我针对俄罗斯的看法，给大家了解，俄罗斯普京虽然是一个真独裁、真强的国家。啊，不过人民却把人民搞到有没有国没有家，造成大逃亡，大家都安尼逃，想尽办法要逃离那个国家。哦，我不知道咱的台湾的民众是不是有一种看法，讲咱是不是爱珍惜咱民主的国家，咱有选择人、选择党的机会，啊，来想办法守护咱的国家。对不对？国民党这么轻松啊，甚至于行为都出来了，要背叛人民啊，出卖国家啊！我丢一句话：南投县许淑华不但不踏实，但是伊嘛是亲中红三军。韩国瑜在竞选的时候，伊是超高的呢，对不对？那、咱的民众是不是你嘛是活动说看卖啊？莫搁亲中啊，然后经济啊。你若无珍惜你神圣的一票，啊，若要甲这个国家拢无的时，咱是要哭无目屎呢。所以我感觉其他的像花莲县也是一样，好争气啊啦。啊，爱珍惜，你爱选一个会守护国家，迄个党选出来的候选人，去甲投票给伊家支持。民众爱有一个角醒，就是讲你若无讲。你都无假，你外好假拢无效啊！你看一个俄罗斯把全世界搞到鸡飞狗跳，卖讲因的民众安尼不干安尼，拢大家拢想要逃离迄个国家，敢那去逃亡嘞？啊你，咱的民众，台湾的民众，你是不是有珍惜？啊，有一个讲看一个国际安尼的情形，啊，咱有觉醒无？有争取也无？啊，是不是有珍惜这个民主的国家？啊，是不是爱来选一个讲会守护台湾、守护人民的这个党派出来好选人？所以蔡培慧不错啦。嗯。嘿，我感觉，因为我感觉有听到刘学和平两点的采访伊，我感觉伊很有理念。我觉得
南投县民，你们应该要给他机会。不单讲，伊是守护国家的民主党派出来候选人，爱珍惜恁家己新选的一票，不要践踏那一张神圣的票。好，好，好，感谢，感谢你，阿弟好，阿弟好，哎，三位好，阿弟好。我来关闭也多数件咁咯。啊，你边个来？我在讲个真实的呢。真实的咯，真实的。伊这宪兵就是对金西哦，也出来啦。哦。宪兵的政霸部队啊。嗯。我来维持住四点对。嗯。哎哎，伊用怕对不对啦？嗯。哎，讲王玉凤接出到阮来怕，你看够可怜。嗯。因为宪兵也是推啊火车啊，政霸部队对不对？嗯。比较近啊，宪兵底下派下来维持住四点对。嗯嗯。哎，就是土啊火车，你看还够有可怜。嗯嗯嗯。所以伊也是做个派人，别人怎样？嗯，伊就是渡洪平头，遐个辆车啦，遐辆车要去小干，要去厦门，遐辆车出来卡呀。哦，你睇，因为遐无人知影啦。是。啊，底下拍个话，你唔知影拍，拍个头壳破，卡断手断脚了。嗯。哦，啊，迄阵是王玉凤，因某是做妇女的会长嘛，一定的嘛。嗯。哦，对不对？嗯。啊，拍个走去做便衣。嗯。啊，阵也不轻的啦。哎。那是哪样？哦，看拍个重的妇女会长遐看。这个5万，这个3万，这个2万啊，所以我这为了我这七头进来拍，我不可怜，因为我原来有听讲啊，我那朋友有多政法部队来对啦，啊你讲像七头进来拍有可怜家在拍也宪兵啊，你这叫波达波开学就领证的，啊宪兵也是主要火车，伊到可能我先嘞，是，那就是你了红兵到要辆车在拍，这红兵这南霸天去也叫的啦，还叫我，是，我公告下呢，不但像这么直接，好，感谢你，好，多谢谢，来你好，你好，嘿，喂，好，你好，你好，啊，这叫支持林志进报告，嗯嗯。你若有国民党啊，花多少？快大声！花多少？这些是如果被人恐怖。嗯嗯。最简单的道理，我以前的时阵就是百发金台，我无去六千块钱哦。嗯。用现金的用500而已。哎。所以，伊甲阮某讲，你唔是摕这个钱。这简单的事情拢是安尼治，恁落去录影，你就摕录影，放录影机来看就好啊。嗯，声做细声，较大声。你的电话看，咱看我给你的电话听无啥有诶。啊，这个放录影大看的时阵，伊才知影伊唔对啊。嗯。遐广播遐录差不多几十分啦。哦。这简单的代志都唔知影处理。哦，消极的啦，伊也是消极的啦。哦，你好，是。这嘛算恐怖一种啊。哦，嗯哼。这嘛算恐怖一种啊。好，这咱啊可以呢，朋友拜托的吼，迄个电话吼，尽量较挖嘴边的就对了吼。我只系当控制，我见你讲啊大声，所以我只系当控制。你讲啊大声啊，啊，阮的对啊，头那个嘛，起个震动啊，声嘛是听无啥有就对了哈。啊啦，无电话来，咱的电话这是2699456哈，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无查，不用老要卡，那就麻烦啊加一个空六哈，好嘞，感谢。好了，电话来，哎，你好，嘿，请讲。哎，你好。好，哎，你好。你阿星呀？哎，你好，你好。哎，我讲你好，我台北啦，哈。我台北。恁的电台，我听遐久哈。嘿。一拜第二拜卡的是啦。哦，感谢你，谢谢。听到二十年有啊。好，感谢。啊，这个。
这摆了第二代啦。哦，是是。来，我来分析一下讲哦。两千零二十四年。嘿。好。嘿。我你讲啦。嘿。侯友宜啊。嘿。啊。嘿。侯友宜，无可能有法度选总统。哦。嗯嗯。伊干那注资利润都挡袂掉啊！哦，安尼哦，虽然讲伊个伊个即个薪水是比朱立伦高太多，嗯，但是你爱了解一点，嗯，除非朱立伦无做党主席啊，啊那无好友谊无机会。哦，嗯嗯嗯，安尼知无？啊，就可能去台，意思讲爱台就袂对啦。嗯嗯嗯，对无？朱立伦即个总统无惊的，可能是唔能。啊，就唔问题，我听人哋讲，嗯，只要讲好，只要好友谊哦，无可能有同我选两千公里去。好嘞，好嘞，除了容易出众嘛。第一意思，朱大哥，你意思讲朱立伦那边选总统，好友就无机会了，对啦。对，安尼就对啦。哎，阿我发现听，嗯，反唔是卡卡都哦，反正是卡都，会系嘅。凡是四家都我就讲了啦，哦，咱听到了啦，嗯嗯嗯，哦，嗯，啊，这个国爱嘛，国爱，对啊，嗯，啊，啊，过来就是南市朱立伦和侯友宜，嘿，各一个，嗯，各一个应该足孝心的，嗯，叫伊个赵孝的，哦，赵孝公啊，孝敬的伊个啊，嗯嗯嗯。哦，反正这四卡都啦，有道理啊，哦，嗯嗯嗯，好，咱个试看下咧，先安尼尔，好好好，大哥感谢你哦，谢谢啊，电话等你啊，好，好啦，安尼好啦，安尼咱电话咱可以就到这个所在哈，先来先讲个，安尼唔再个说台，来恁今日去伫这个新闻当中有报道一篇呐，报道一篇有记者去问到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啊，对吼。啊，这个防疫啦，包括个别有风险吼，对家己拍几分，伊就甲家己拍讲啊，伊个团队有八十几分、九十几分。啊，当然这个话吼，安尼留对这个郭文铁的耳孔入去了后，郭文铁气噗噗，大骂陈时中讲去死死的啦。啊，结果当然骂陈时中去死死的，记者咱都知影吼，一定阁将一句话拼对陈时中的耳啊里面。甲陈时中讲，哎、欸，啊，郭文铁咧骂你呢，骂你讲叫你去死死啊，安尼就对啦。啊，然后陈时中同啊，甲郭文铁应一句话，讲这个人讲话无口德，无口德啦吼。啊，然后当然一句话，记者了作用的，个专工吼，走去问这个啥，啊，这个郭文铁讲，哎、欸，啊，你讲骂安尼？人但是都骂你无口德咧，我讲这人无口德，问者对个讲咧，讲你讲这个话无口德咧，无口德，你讲这种话无口德。结果郭文铁安怎样，我搁再回想一句话，等于讲讲我无口德，你但是种家己无义德的人，你讲我无口德，真正实在吼。啊，有就这个吼，卖插啊，记者都爱安尼问来问去啦吼，啊，但是种这种人，记者都爱看伊啊。但是东西中人，咱讲实在是修养真好啦。但是伊嘛唔是凊彩认输的人，我看伊个性就是安尼啦。嗯，想的是这個，那家己都了解啦。嗯，恁将家己，恁将家己先闹一件笑，就免得要看啦。是啦，那就话了解。后来做医生诶，人啊开嘴合嘴啊，来叫人去试啊，这个这咩啦讲诶，对不对？我是顾不考这个，是上正常诶代志啊。系啊，这本来就不考这个，你挂门贴，我若碰到恁挂门贴恁兜诶人，我甲你讲去试啊，看你挂门贴家己信啊，感觉。你还是讲你挂门考这？诶，都对啊，就是安尼尔。啊，来啦，跟恁拿着，跟恁着，跟恁连个几个位啊，这样的都。咩啊？几个位啊？哦，几个位？几个位？关掉伊啊，那个。春高位啊。冇，关掉伊啊，那个。等你就哦，对对对对，还有个高级的啦，有啦有啦，好，当然时间的关系，阿兰姐的这明仔再共同再会，谢谢，谢谢。